叫陈叔，哦，阿哥咱遐人，阿哥咱各位学习，哦，后学有这个机会，今仔日起来甲咱共同来学习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差不多咱咱之前所讲的物仔，咱来穿的是穿新衣，放好精，所以后学管理嘛是相当。咱先来听一条心经，吼、哦，吼心，吼气，吼较精的吼，安、哦、尼。Thank you.
阮爱对因学习啦吼。啊，今仔日票号的题目就是报四零同持续啊吼。因为这就是迄个人传来吼票号看，伊个感觉讲报四零同伊持续啥，咱敢知影？咱白羊修道士吼，伊个名单咧是一个有说话的过程，都爱聚会的哦。伊甲咱列一百条啊吼，有够侪呢，这一定是有的，伊唔带会列出来吼。啊，所以今仔日主要是讲，这有哪拢爱互咱知，因为有阵时啊，咱做唔对的代志拢爱记过哦。所以咧，今仔日一定爱详细来听吼，因为这一百条，所以的话，我那是爱较紧的啊，嗯。就是我讲白话咧，看一看就看有吼。啊，若袂，若有阵时啊，我讲内底若有较深一寡，就爱过来做解释一下吼。咱报四零同持续来讲，一对道信心不足，一过。咱这咱问咱各位前贤就好啊，咱各位前贤每个人，咱对道够有信心？哇！哦，安尼咱没有记过啦吼，这还咱以前没记过的吼，所以咱知也没记过啦。啊，第二嘞，光说不做，开空壳子，迄个空壳子票啦，一过啦。这就是咱知影，有阵时啊，咱是毋是若碰到啥物困境，咱会拢求神佛，求吼咱的老师啊，吼、哦，然后咱代志经过好了后，咱就会来吼、哦，比如讲清口啦、说不断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要来开封，种种拢会来甲咱神佛讲一寡代志。这个嘞。咱的代志已经来解决啦，结果咱安那无去做，这就是被淘汰掉了，这就是过啦吼。所以咱大家真正爱认真啦吼，莫讲哪会晓讲袂晓做吼，安尼嘛袂使啦吼。第三，有当无准时烧香，偶尔烧香，应该是袂啦。咱的有当应该吼，听看看咱是大家拢做认真的啦，是不过伊这应该是有发生过无咱。咱弥勒就苦真经末会讲吼，讲报四灵童查得清，就是安尼来的，伊一定有去查着，所以才会来讲讲遮。所以咱这吼，一定拢爱注意吼，恶过、哦。第四，佛堂不洁，恶过。佛堂你若拢无清气的话，无保持清气的话，咱嘛是恶过啦吼。这咱看就知影啦吼。五，伫咧外头安尼。咧穿插安尼闹前搁闹后，即咧讲讲拳道啦，所以吼，一过啦吼，所以咱即摆咧想到应该是没有这种代志发生啦吼。听得埋啊，我老爸是因为身体吼，即还是讲啊，所以即有阵时啊，咱即摆咧讲咱想到的过下迄个我前天食吼，咱这是袂，啊恁老爸迄个无咧收，迄个无话讲吼，啊所以吼，即吼爱互咱知啊，第六。想要度人，啊，毋过毋敢讲，搁无信心的，哦，有影的，一过呢，咱若有想要度人，咱就爱认真。哦，何况嘛是会啦，何况若想要度人，有阵时真正毋敢讲，毋过即嘛有较改进啊。哦，会有哪会加减啊？会，若想要度，咱会去讲安尼一过呢，真正爱认真看呢，认真记呢，看咱到底有记几过啊呢？何况已经看到，想感觉何况那曾经有记几啊过啦？哦，有哪足多啦？啊！已经吃素啊，还佫想要食肉，做梦也梦到的，你看。你茫笑呢，比如咱阵当清口的时候，真正安尼呢，做梦的时候怎啊梦到呢？啊，佫我讲，我想着讲，安尼你食素啊，还梦到咧食肉，佫醒来讲，哎呦，我食素呢，还去食肉，佫我无食到就影，佫有梦到。你看，伊过啊，就已经记过啦，有梦记过的。哦，所以看这，咱人看这呢，你看咱人唔知影讲这种安尼会容易过，哦。啊，第八，有大人无心传人，咱有大人来求过，结果咱若要入班啥，拢无去共心传，哦，就是啊，偶尔，咱若有小事的时阵嘛，无去共心传，这安尼嘛有过程呢，哦，安尼就一过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九，家己的家庭袂好，啊，一直讲人兜的，一过。这许下就是真正有拄着，因为许下本身同事嘛，阮就替导伊来求道，伊是啊来求道，就是因到因的迄个囝甲伊的媳妇，就是已经面临要离合的迄种迄个诶代志啊，所以伊就来求道，讲吼啊拜拜看伊较平安未吼。结果伊有礼拜日有来日班来参班参几届啦，爱着参到尾要讲过过来就无啊，伊讲坐袂住啦。
吼，啊，个有影啦，伫咧工厂，但是也听着人咧讲啥讲，伊也未想到讲伊家己的子女吼，伊家己的囝都安尼啊，个伊真正会讲人呢，讲，哦，某物人领导，都迄落嘛是啥物人要离婚啊，安怎离啊啦，啊，普通人都甲我讲着，所以我拢想讲。啊！你家己厝里安尼有啥物？你咧讲人兜的安尼，咱家己厝安尼是毋是？咱若当作咱就掂掂吼，会唔敢讲较济，咁只个个伊是，伊嘛是做伊咧讲吼。所以你看安尼特别好啊！所以咱拢爱逐个拢爱注意哦哈。第十，做单主、江苏办事人员，你就袂晓恶过哈。咱专注江苏哦，办事人员哦，你坐真正爱会晓哦，袂晓就爱学过哦，若袂晓就爱紧出来学哦哈。十一做单主上下级的还佫袂晓，做单主的人吼，会真闲，咱有些上下哩，袂晓，佫兼啊呐，咱有些开班吼，人个呐，人下兼传输真理，有些人来，咱爱会晓袂。啊那讲餐食价，哎呀那讲餐价食价呢，这拢爱会晓呢，袂晓是过呢，吼、哦。十二烧香点灯的人，伊过烧香哦，哦，咱有阵时是毋是咱咧烧香的时候，咱若看一部册，咱会从头安尼，比如讲弥勒祖师，哦，啊，搁有南海古国五教圣人，哦，活佛师尊，咱若讲讲。弥勒祖师、南海古佛、活佛师尊，爱来写作阿摩五教圣人，无讲他个五教圣人，那叫做颠倒，安尼咱就袂使啊。所以咱拢爱教古好，安尼一直排落来，袂使。咱要讲啥个，咱是创袂记，啊，较要来讲，安尼嘛袂使哦哈。所以咱倒拢爱注意哦。啊，初一十五袂晓拜哦，一过，咱初一十五袂晓拜的人，初一十五输光去嘛。啊，有阵时你会撞到。咱爱靠一个，咱就爱去加靠一个，有阵时啊斗时，咱就爱去加斗时，吼、哦，所以拢爱会晓，真正也袂晓，咱拢爱出来练。人讲的啦，咱真正即马无练啦，练讲若去，真正打一个规吼、哦，听讲的是爱练几啊冬呢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咱真正若袂晓的，真正逐个爱出来踏人哈。就是前嫌不允许做，而偷偷去做，吼、哦、人。比如讲啊，咱正是就是材料拢会厉害。啊，即马咱就是有阵时啊，咱啊，即个大班有阵时有新副班啊，是新班，咱啊真人吼会交代讲，即茫考上网哦。真正有一届新副班人安尼讲诶，搁真正搁有人真正考上网诶，即就是安尼啦。不允许做而偷偷去做，安尼就真多哦。所以咱即马拢袂使，咱啊咧尽量较低调诶就对啦。哦，啊十五。求了道，还佫随便去乱拜的，有果你看这五个，咱都已经相信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啊，为甚物咱佫要去乌白拜？哦，咱若去求道的时阵，咱的下礼会讲啊，哦，讲求了道，咱的迄落会当超脱生死轮回啊。结果咱是安怎？咱都相信道真、理真啊，为甚物要佫去乌白拜？咱嘛报讲有地有神通啦。啊，地袂歹啊，啊地有灵啊，啊咱就去拜，毋是安尼，咱家己就，咱常常咧喊来讲，我们自身就是佛，毋免阁对外口去拜，吼、哦。咱家己本身就是啊，吼、哦，咱家己顾咱即个家己顾好上重要，吼、哦。怎啦？不晓得迷失一子可贵，可超生了死，没肯定的心一过。哦，就是像咱头拄仔讲的嘛。哦，你求到啊，结果你求到了，还佫无肯定，哦，无肯定的心，哦，安尼咱就一过啊，吼、哦，这足重要的哦。就是有安尼，咱报四灵统唔太持续的啦，哦。十七，开设佛堂，只说自己拜不度人，哦，五过，哦，这拢无得安尼。你开佛开设佛，你设佛堂，结果。你拢家己伫个厝里咧拜，啊，拢哪来度人，也无要度人来厝里拜拜，拢无，拢家己拜尔，哦，安尼这嘛袂使呢。佛堂是要救人的呢，咱佛堂是算咧救人，咱度人就是救人嘛，咁对。所以咱袂使讲度家己尔，咱一定爱有的，啊，度人咱就是用度来厝里拜拜，哦。十八，本有心设佛堂，却又不要，
你本身都有心在想，讲我要失糖，啊，搁去多想讲啊，唔通啊，要说说咧哦，连到我来要出门哦，都无方便咧，卖，啊，即下搁想讲，唔过，搁想咧，搁有咧想咧，哦，啊，你都你多遐你卖，安尼就是安尼啊，你都有心啊，啊，搁你多搁多搁多搁多想一寡，讲啊安怎无方便安怎，哦，啊，搁讲搁无爱，哦，你都有心啊，搁你搁安尼想，啊，你都一破啊，哦。十九，家有佛塔，父母烧香，当子女的不烧香，哦，安尼这嘛有一个哦，这嘛记得哦，哦，这真正看看，然后感觉讲，咱无想到的真正拢会记得啦。我后下看看，我真正记不了个嘞，个个好家在有啊，有在烧香，有倒出来哦，阮倒是子女有在烧香，哦，这个啊有在做的哦。二十有人有佛堂叫你去拜，你不去拜哦。比如说咱有堂啦，有阵时咱会讲啊，迄、那个咧新专班啦、啊，还是咧有人咧度人来，有阵时咱会讲，哎呦，来到好奇一下哦，还是咱来拜拜哦。个个咱不爱去哦，所以咱咧嘛是有过的哦，嘛是有过哈、啊。他二十一贪功烂度已过。就是你贪着功德，他要去度人，伊这就度人有功德嘛，我较来度，啊，佫度了了，佫讲诶，有诶话讲好咧，是倒为着利益就对啦，有就是你要功德，你较去咧度人，啊，就安尼度，安尼嘛袂使，哦，即个人讲诶度人就是救人嘛，咱袂使讲为着功，所以爱家己要积功德，咱较要来度，安尼就唔对。二十二，三心两意，对道迷惑。啊，三心两意，应该咱都，咱遮个前提应该是对啦。若未三，若有三心两意，今仔日袂来坐大遮吼。所以这咱有肯定无，咱就是对吼。二十三，头发太长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哦，女太短，就是查甫个即嘛无拢留头髪，头髮长长长，啊，即下拔起来啊，有阵时啊找人拢唔知讲即个到底查甫个查某，就是因为安尼。哦，啊，搁查某的，加了短加像咧，即种型的安尼看无的，哦，咱看起来就讲，啊，这是查甫的，查某的，吼、哦，即种就是，啊，像我这毋是哦，我这毋是，我这你都会使的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咧加爱交，像咧像咧加爱交适中，哦，啊，唔通安尼，吼、哦，你讲啊看无的，都分袂出查甫，这就袂使，咱咪做啦，吼、哦，二四。无友好父母，摕父母的钱任意花用，啊，家己阁无咧趁钱，啊，摕爸仔母的钱，底乌白开，有过啦，你看，无过啦，吼、哦。如果家己趁钱，家己用，请朋友无互爸仔母，家己每日要开，啊，爸仔母放在边啊，安尼，也无要摕互，也无要家己饲，也无要安怎，安尼就有过啦，吼、哦。二十六，全贤叫你不来，叫你讲课你不讲，就是真贤来有班主，咱会讲，就是安尼哩嘛，是咱一寡班主会讲，哎、欸，今仔你有班哦，你才来哦，唔嘛，我今仔无闲，啊，佫叫你讲课，唔嘛，我袂晓讲，安尼，就是安尼啦，安尼恶果，安尼敢知？大家拢爱哈罗哈，安尼有果哈，你去听道理。啊，是叫你来，有人要载你，较要来；有人要载，较要来，袂啦。人个迄有人要载是因为呐，阮兜无车，我无方便，吼，安尼去开。咱大家拢有咱遮真正有够主动，咱大家拢会家己车。若有车，啊，就唔惊路个，真正足主动个。所以咱这咱拢会用记得。二十八，对天时地利人和怀疑，吼、哦，就是人来讲啊。这是白龙应运哦，哦，啊，咱的当土者吼，会，咱若得运大得了，会当超脱生死轮回，啊，咱怀疑，啊，咱这个嘛是用记得哦，啊，应该是袂啦，咱这拢应该是袂，咱这拢做前天者拢做主亲的，应该是袂种想法。二九，以道亲对象做生理吼，即咱迄落咱的点传书。哦，嘛拢常常来安讲，拢就用将你德心不是来做生意啦，哦，安尼过，哦，三十，趁钱只为了养活自己，
哦，你趁钱啊，饲为着饲家己，无要做利益众生的代志。哦，比如讲人外口有啥物灾难，咱会当提钱嘛，吼、哦，去救济人嘛，吼、哦。咱的佛堂，若有要需要起圣堂吼，咱嘛会当救济啊，敢对？啊，唔通干只为着家己的生活啊，饲家己就好啊，啊，剩的拢无要顾，这就是这种过嘛，吼、哦。你看，咱这前几年都有心的啊。哦，31，没有爱心，没有鼓励人家，一过，咱家己本身无爱心，啊，搁拢是鼓励人诶。哦，这安尼就一过啊，吼、哦。32，出去度人，啊，搁无伫咧边啊共斗三工。哦，比如咱若讲，领人嘛，就是就咱先讲啊，来，啥物人要来，比如哦，咱来度人吼，搁、哦、来提供过咱。顾咱讲咱的话，啊，若有物件食咱的物件，安尼啊，恁放恁啊，恁家己去啊，恁讲嘛，这着伊顾啊，因安尼有做顾，你讲恁啊，恁啊，从我出去，我若有咧讲话，爱叫袂使讲，爱叫斗多，安尼无我唔做顾，我嘛唔知讲安尼有无，嘿，安尼我嘛唔知讲安尼有顾啊，咁对，咱若无看咱今仔真正唔知讲，即安尼嘛有顾错，哦，啊，佫防记过咧，哦，33，如果说。他不来就算了，不要一直跟他讲疑惑。哦，比如讲，咱就是会叫道亲出来入班啊，还是你着，咱拢会叫到尾啊，常叫，结果伊拢唔卖出来，到尾咱就是着放弃啊，讲好啊，伊若唔来着算啊啦，卖搁甲伊讲啊啦，安尼嘛有疑惑嘞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阵时这种做爱注意一寡。大话袂使讲出来，咱拢共讲出来，这爱都爱住哦。34，我来看人暴视林统哦，这是林统嘛？啊，伊咧是囡仔，但是我看伊咧讲出来一寡话吼，互咱看着，但是也是爱是好笑哦。吼，拜拜的时阵头髪伤长，无拔起来，啊，披头散发。像咧魔鬼个吼，伊咧讲安尼，哦，像咧魔鬼个吼，安尼有阵时啊有影啦，无就遐咱也有在迄落，有阵时咱也有在献供的时阵吼，就遐拢会要求吼，讲咱的献供人员一定头髪爱拔，然后刘海一定爱染，唔通安尼呾害来害去，真正有够歹看，真正。哎，那咧你注意甲看哦，伊若无拔个，就安尼害到一个头髪咻安尼。飞来飞去，这真正有影，人讲的真正有影，有成就啦。哦，39，叩首姿势不标准，次数不足。哦，有阵时咱，以前咱李江苏人有开迄种迄落礼节班嘛。啊，人李江苏有阵时要求讲咱咧叩首的姿势一定要正确，就是安尼啊。姿势不标准，一过呢，啊次数不够嘛，一过呢，有阵时咱嘴讲足紧嘛。啊，恁个手是夹袂紧，哦，啊无就是手夹足紧，是讲无到，这就是不足啊，哦，所以这落安尼拢变使，哦，36，叩首电话来时，有人按门铃时，随时起身，有怕不这过种代志呢？真正呢？我麻烦。啊，我看到讲，哎呦，安尼有见过哦，真正呢？有电话，咱咧拜拜的时阵吼。有电话来，就遐种讲啊，拜到一个段落，讲啊，伯你来接一个。啊，咱即马看下这安尼，我即马拢唔敢接电话去。我若个先生，我拢唔敢接电话转，因为我惊电话黏。吼，啊，有阵时妈妈的电话有哪会黏呢？我即马唔敢装好接，我拢放互黏，安尼啦。这安尼一过咧，咱拢唔知吼，哥哥你看，真正一过啦。37，到佛堂不参加子三鞠躬，有影。咱大部分拢无过拜，伊就发甲看真正大，足侪拢安尼，所以咱即卖知影，吼、哦，即安尼你看咱蛮好，所以咱即卖咱若去佛堂吼，尽量爱较骨力的，尽量参持家过拜，吼、哦，咱唔通讲，哎，咧讲这個，有阵时咱讲啊，这是持续呢，你真的爱相信呢，有人讲这讲，啊，你讲讲啊，就这是不是呢？38，整天只看经典，不去。
广结善缘。哦，咱打小讲住厝看伊变就好啊，唔免去外口甲人结缘啦，吼、哦，免安尼啦。啊，无我经变，你着变起我好势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剩诶道路唔免啊。哦，啊，讲啊，这安尼嘛袂使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有阵时啊，逐项拢爱顾啦，吼、哦。39，函主讲师办事人员表文不会写，有好有好写，所以有好记一个，无记一个，真正诶，真正无看到，咱真正拢毋知影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真正哦，逐项拢爱学，像即摆知影，真正爱尽量爱建功啊，无你看过去遐济，吼、哦、啊四十，东西没有放回原位，尤其公务，吼、哦。这点真正爱注意，有阵时咱来去饮用清扫，就好拢感觉讲一寡物件摕摕去吼，啊咱倒了，我来去做后壁顺嘛，顺顺真正有影一寡物件拢有袂干嘞，啊许人讲啊这是堆堆塞来，唔知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尽量爱知影，这就是公务，所以咱的物件，吼、哦，一定爱摕倒来了，咱一定爱放回原位吼，这样就有过完吼。哦四十一，东西随便乱用，公物哦，咱姓邓的物件尽量唔通乌白用。要用的时阵，咱就爱请教咱迄落伫个个性邓的真现看会当体的吼，安尼就安尼嘛有过哦哈。四十二，少出来甚至没有出来的人哦，你做这个出来。啊，搁甚至搁唔捌咧出来，啊，这嘛是有过，哦，啊，咱家拢有咧出来个呀，所以咱这没有过，哦，所以咱唔用烦恼，哦。四十三，常常惹父母生气的人识过，就好甲看看个吼。咱个资讯内底吼，那关于咱不好白阿婆个人吼，拢记过记着个多呢，识过呢，你看人讲百善孝为先，就是安尼。一定要对好做起，你看，人这安尼常常就常常你阿爸阿母生气的人就十个啊，就爱记十个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咧，妹妹，知影无？就唔通你阿妈妈生气哦，生气你哦，先去记十个哦，十个哦，十哦，你爱算十啊，那偌济？安知？四十四，来听道理，以为来做侍奉，道理没听进去。嫌东嫌西，吼、哦，咱来到佛堂是毋是有阵时啊，人迄虔诚者拢会款迄落中道堂啊，是迄种款一寡迄落点心互咱食，佫有阵时咱佫会嫌东嫌西，吼、哦，啊嫌遐物件安怎吼，咱应该是袂啦，咱袂安尼啦吼，啊所以是尽量啦，人教咱足辛苦的吼。45，佛规礼节不好，又不低心下气。哦，咱的佛规咧这，哦，咱就要爱，若袂晓的，咱若咧学的话，人有阵时啊，咱前辈才会甲咱讲啊，最大无好咯，爱咱爱好爱学好，学好迄落，不过咱有阵时啊，听的人吼。哦袂去说讲，人要甲恁讲，咱搁无要听啦，吼、哦，啊就做你个啦，安尼啦，吼、哦，袂晓低声下气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这也袂使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安尼就记恶过啦，吼、哦。四十六，有肉体不会学习，吼、哦，咱即马有肉体，吼、哦，人讲人生难得啦，吼、哦。有肉体不会学习哦，都袂晓出来学，也袂晓出来建功了愿哦，所以安尼个逐项拢无要学嘞，足可惜啦！咱有这个肉体，真正人工讲要搁做人吼，唔知有无啦吼、哦，所以咱趁暂时会使，逐个紧嘞，咱来点传输，也是咱地方的领领，咱来搁交代讲。啊，要有啥物物件，尤其是这个做啊，咱一定爱学啦，吼、哦，无学你看，无肉体的时阵去哩，呾学一个跪拜哩，学一个叩首，听讲爱学真久呢，吼、哦。
47，对到退缩不前，半途而废不宜过。就遐看，这真正足感触的，为什么会安尼？伊就遐看看，真正退缩不前的，就遐很多是这样子。所以咱再听一条老师的话，哦，老师的歌。我就遐听这条的时阵，感觉讲真正听着心足酸的啦，因为为什么咱会吼有考验？这嘛老师嘛无问题，感觉吼。所以，但是咱，那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咱拢唔通退缩，茫退缩不前，茫通半途而废，足可惜的，哦。你讲为师为何伤心流泪？有遐听看哦，听这条歌哦，有遐听有够心酸的就对啦。那会晓唱的人就对咧唱，那未晓唱的人，咱尽量看听伊的意思。哦，真正，咱老师人讲诶，讲咱咧欠人，结果咱感觉讲吼，老师欠咱上侪啦，伊拢打为咱遮多哩，咱付出哩啦。不是路白云千万遍。相聚难，迢迢如隔一线。暮出寒云闹市心田，看一看不清独的脸。不见孤月空城多少年，漂泊万般。繁华中换落叶，终于相思日夜透心弦。怕只怕是的心已经剪不断思念，始终莫千言，也难如一线牵。是不是苦的心相思难。
代志拢会过啊，吼、哦！人讲的啊，生命转去
倒落会转去，吼、哦，这点咱会伤心的。不过不管你如何，碰到什么代志，咱有一天一定会经过，会过去的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唔通讲安尼，碰到尔啊，就无去，人准无去，一寡前缘者拢无去，无法真正有在接触到咱，真正有足可惜的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讲互咱的面子，咱大家真正老师对咱的。期盼就是安尼，啊，拄啊，这条歌老师对咱的期盼，吼、哦。48，写错黑板的人，啊、哦，写唔对黑板，有个有好唔得，写唔对黑板的，安尼咱嘛有过，吼、哦，反正咱若知影写唔对黑板，咱就爱改，有阵时咱唔知，咱唔知，咱若知影会爱紧改过来，啊，若唔知影的话，吼、哦，唔知影就是安尼啦。比如讲，咱即马伫咧遮咧写啊，迄落台下的前写有伫脑底咧抄笔记吼。咱若感觉讲啊，你写唔对哦，咱就爱共讲哦，无共讲就一过啊，安尼敢知哦？50，要来参与法会，却在家里三心两意，要来参加咱的班事啦，有在写咱的法会啦。哦，有在写咱的，咱会拍电话来叫嘛，甲叫，讲哦，迄个哦，咱要咱的迄种有发挥哦，咱就要来参加哦。这个有的全选就是带厝里讲，啊，今仔日唔知要去还是呢？啊，今仔日足忝的呢，啊，无就今仔日足寒的呢。迄个带厝有花较好哦，啊，带厝看电视较好哦，就是安尼啊，安尼就唔来啊。哦，安尼就三心两意，哦，安尼就一过了吼。51，没尊师重道，欲为忘我。你无尊师重道，吼、哦，对咱的前人，对咱的家传书，对咱的领领，对咱地方的一挂前辈者，咱拢无甲尊重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要做啥就做啥，啊，有在写做哪，搁会去讲因的543。哦，这样就过啦吼，这样拢唔通去做着哦哈。像在现在起码今仔日咱知影讲，足侪条咱有阵时会讲出来的代志，结果咱拢唔知的吼，这样唔通做。不爱惜圣训，吼、哦，圣训啊，退道，袂使乌白撇，乌白听，吼、哦，这样就过。因为像啊，今仔日在讲遮100条嘛，有阵时足长的，像啊，感觉讲。100条吼，就较唔知讲会唔讲袂，讲会唔讲袂。结果吼，就较想讲啊无应变的吼，来互咱浅显。结果想想讲，咱若根本到位啊，无咧看后白撇，啊这又何下嘛有过错呢？吼、哦，啊所以咱若真正需要的话，会当甲就较讲，就较会当影印互咱吼，100条的罪过啦吼。53，常常骂家里。大小的人有过哦，咱咧小的啊，迄个常常安尼没大没小哦，安尼人讲的讲安尼这口是咧小的啦哦，就是安尼来，来头讲就靠伊早就搞面咯，面甲变变去咯，啊只嘛有较改啊，有改足多啊，所以吼、哦、以前的有哈就是有过啦，啊咱难看这呢，这安尼一过安尼加加加，唔是当下伊今仔讲啊，这条一过就一过呢，你若做几届就搁加几届呢？哎呀，安尼呢？你茫看这呾一过尔，100条内底，唔是安尼呢？是你看你做几届就几就加一累积起呢？哦，54，认为在佛堂听道理很难受，没想到九玄七祖一过哦。就遐，我就讲，就遐个公司就是安尼啦。伊讲来讲，嘛，我坐也袂调，吼、哦。啊，毋过真正，咱有出来咧听班的人，知影讲，咱今仔日会来入班，咱会去分七组，伊嘛有决定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伊毋知啊，伊毋知伊听袂落，啊坐袂调啊。啊，你看，伊哪多坐多遐，真难受。毋过九玄七祖比伊搁较。搁较硬，九玄七祖无肉体通死，伊爱靠咱家的仔儿是谁，吼、哦，来甲做功德给伊，结果伊无爱，吼、哦，安尼你看，伊过，吼、哦，所以有阵时咱遮的子女啦，有阵时真正
爱行行出来，哦，子女啊，搁咱遮前头，哦，拢爱行行出来，咱无想无为咱家己嘛爱为着咱家的有限七祖来设想，哦。有时候我们想说先佛训文是先辈哈的，比如说，哦，在下咱哪去神佛班嘛，啊，有在下咱哪会讲，有在下。有个人会真正安尼讲，会讲啊，迄拢串通好个，也是迄拢袂好个，出来迄拢无影，哦，袂使安尼哦，这拢是真正个哦，这袂使乌白讲哦，哦。56，听到你人家跟你规劝，还一直睡的，我，哦，你来听道理，啊，哥哥你咧睏，啊，人甲你讲，欸在你放假道理较卖困的哦，啊，搁个人咧甲你讲，你嘛是搁一直困，哦，一过哦，啊，看你入几冬，困几冬，加加的，真正有法通咧甲想啦。入几冬，你自从入放开始，你有咧困的，你甲算，真正咱袂去算迄啦。啊，有法嘛无咧算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看咧，毋是单一过尔，一直睡哦，啊，人搁甲你讲，你搁唔听，搁一直睡。安尼加加的要几个？有阵时啊，你讲一百条内底吼，加一百个咧，然后感觉讲加加的真正很多个哇，真正。啊，这真正安尼人，你看，这就是一定。这一般的时阵会发生的代志，咱报事灵通，人讲报事灵通查得清楚在，安尼讲，无咱较会去讲到这啦，咁对，咱较会知影讲到这内容记过，记过，哦，咁对。妹妹，袂使困哦，困容易走哦。57，写错训文不改正，吼、哦。咱个咱也有在写去在听班呐，啊有在写咱拢会一寡训文写，迄个用互咱写，啊，搁咱写写个，吼、哦，咱写唔对，啊，咱嘛就去改讲啊，即字都安尼写，就是共字面啦，安尼就好啦，吼、哦，无去更正哦。爱的几个哦，啊，这个我爱注意。58，不好好做人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想花父母亲的钱，时过有影无？有遐讲哦，啊，对着爸仔母的代志啦，拢互记十过，拢记足多的啦，哦，所以咧，收到的，妹妹就爱对爸仔母较好个哦，对妈妈较好个哦，哈，安尼较袂容易看，一次都是时过哦，游手好闲。哦，人讲诶，好脚好手，唔去做，搁开爸仔母诶钱，真正我听过安尼咧，我咧朋友咧讲咧，讲咧，因老母拢趁钱咧互开咧，啊，搁个吼，因老母就甲伊讲艰苦吼，讲无去做尔吼，毋知歇困几工，我叫因老母去歇困几工啊，毋是几工啊，啊几工尔哦，我叫老母去试试就好啊，安尼啦。安尼，即种是即囡仔是要从啥？哦，咁对，所以人安尼行啊，即是拢咧讲予咱知个啦，其实咱袂安尼啦。59，外表穿得好看，内心不是真的。哦，外表穿到足水个啊，穿到足精致个啊，啊，搁内心嘞，毋是真个啦。哦，伊人讲外表水水，啊，内底啥干杂，哦，咱收到袂安尼啦，咱就唔记得啊。60。伫个厝堂做有礼貌诶，啊伫个厝就无礼貌，吼、哦。人讲诶，伫个厝哦，伫个厝堂内底人看到真诶，拢前先好，认认好，啊倒诶，甲有讲妈妈好，爸爸好，甲有咧讲安尼，无，甲有礼貌，无。即个问囡仔啦，啊咱诶，我无礼貌，因阮倒诶。袂讲讲妈妈好，爸爸好啊！所以有阵时啊，咱讲，伫个佛堂有礼貌，伫个厝里咱嘛有礼貌哦。61，常常讲不三不四的话，到人个公司就袂袂啦吼，讲不三不四的话。62，口德没有手的人，超级没趣的。靠著無手的人安尼，靠著無手的就是安那，小鐵柱講的啊，修道修心不修口，
犹如开盖蒸馒头，任你烧尽天下财，看看生的还是熟。哦，咱修道哪修这个心，啊口哪无修嘞？哦，就是像咱，像咱呐，咱若要找迄打暖好个哦，就是熟个哦，迄个，然后就打看这个迄落字个话讲，哎，咱道道迄落啊，较会袂熟，不过伊就讲唔是，是咱打暖好个，暖好个青，哦，迄米粉拢搁青青迄种个，要吹，不过你看。你拢无甲砍挂，你拢甲无甲砍挂，啊！伊就伫遐行行行，啊！你要想，咱这包板就敢会烧，一定袂烧的。你讲，任你烧尽天下财啊！不管你去测偌济茶啦，去摸偌济蜡烛来啊，安那烧，安那甲行，安那甲吹，吼、哦！这个包板就永远都袂烧，吼、哦！看看看生的还是熟，看是熟的。嘛袂熟啊，感觉啊，所以咱咧修道，袂当单修这个心尔啊，口无修，哦，安尼人讲的，嘛是小工啊，嘛是小工，无啊，哦，了然在修安尼啊，哦，所以咱修道修心，口嘛爱修啦，哦，就是安尼来的。63，有事没事到外面逛一逛，看迄无好的颜色。哦，无好个颜色，爱咱知啦吼。哦，无代志做，就出外口乌白乌乱踅啦，啊，看看迄，人讲不该看个迄啦吼，爱唔过啦吼，爱咱知影啦吼。64，别在家里墙壁贴那种不好看的、有时看的人，吼、哦，这已经是有安尼做个啦，咱报事已经同开安尼来持续，唔过就较感觉咱恁遮袂啦。65，常常浪费食物的人，咱知影，迄食物无人常常浪费啊。咱都爱知影讲哦，那食物常常浪费吼，咱注意甲看，迄非洲非洲难民是安那有啥物个有无通食？迄就是讲伊前世因缘果报安尼来的，伊前世就是做浪费的，哦。大大浪费的款呐，所以一时块无当食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爱知影讲，常常浪费食物的人，是过会用几个呢？妹妹，你敢有算看你用几几个啊？哈，敢有算？哦，常常浪费食物哦，所以以后食物要吃光光，敢知？敢知呀？吃光光啊！啊，这样你就记过了。66。边吃边嫌不好吃的人，一边吃一边嫌，人讲这无够咸，人讲这伤咸，人讲这伤甜，安怎咸咸一大堆，哦，这有病，咱爱了解啊，这拢是咱浅显的主心呐、啊、吼，咱唔通多咸咸来咸去啊吼，这安尼就一过啊吼，这拢会记过咧，就看看有够侪拢奇怪，这拢记过啊吼。抽烟、喝酒、攀色、攀心的人，如果你爸爸抽烟哦、喔，啊，这吼、喔，咱即马在修道吼，咱拢听阮听咱以前修老点传书吼，咱这应该是拢袂关，咱这浅显拢袂关，因为呐，人讲伊来修道了，当伊在讲我转的拢总改改掉，靠个性个会还这种过程哦。喔啊，这一定是有的啦，啊，无伊袂安尼写，咁对，就是有啊，有在安尼写，啊，所以咱写的全显袂啦。68，道理随便讲，讲稿随便写，哦，伊在有暗无，袂晓讲，啊，哥哥哦，有阵时啊咧讲的时阵吼，讲啊，这唔知要安怎讲的，迄阵打开始拢安尼，啊，唔过我无随便讲哦，啊。嘛讲到无随便写哦，这拢袂使，因为咱人道理吼，咱咧一张发挥的道理吼，是爱做认真的哦，做认真去甲做好，讲到爱去甲做好，袂使安尼轻轻菜菜，这得有过啊吼。69，有佛灯不插一过，咱有灯内底敢有灯，厝内有灯无咧烧啊？
有人有点无咧吃咧，你要啉来靠咧酒店。有啊，有啊，你要啉来去酒店，对啊，这种爱情啊，有一定爱情的哦。你看有在现在哪咧开 K 五班，咱就拢一定爱去吃咧，较有个性。咱这大家拢知影是，你要啉是干，你要啉过，开玩笑的你啊。七十佛灯买铜铁黑。黑不用擦的人，这什么意思？咱刚知呀，就是咱今仔日买洗佛灯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是不是都会去买佛灯？像志祥因兜这就是铜铁黑啦。志祥，志祥姐姐，我唔是咧讲伊，我是咧讲你去买的时阵，咱去买的时阵有在这里嘴讲嘛，讲啊，这种乌的咱唔免穿，咱较唔免去穿，咱爱买咱买这就好。这种情形唔是讲。因兜无穿是安尼，所以咱今日要说佛灯，啊是毋是会去买佛灯吼？买咱的日月灯，搁咱的迄落迄种路灯，敢对？啊，若去买佛灯的时阵，咱会讲啊，迄落即种是铜铁，迄个咱较毋免穿啦。安尼就记过啊哦，吼，有种想法就袂使啊吼，安样知？七十一，初一十五，佛像没有擦的人，阮兜无佛像。那你们跑来去我家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开始我爱吃了，我较少了，我搞这个，要靠你吃。哦，啊，所以伊就这是讲安尼讲的，哎，拢爱吃啦。好，啊，七十二，前贤叫才出来，不叫不出来，一过哦，得爱人去改叫，咱才要出来啊，哎，就一过啊，哈。啊，七十三。有班不通知联络的人，一过；啊，若有十个无通知无联络的，十过。哦，就像咱若去多多的人啊，咱今仔日若有多的人有搬厝，咱是毋是该去叫？可是咱拢无去家叫哦。你若多十个，十个拢无叫出来，就是十过啦。哦，安尼，所以咱今仔较认真啊去。七十四，有人问你，你都说不知道，哦。比如讲，刚刚讲，哎呦，今仔日有班哦，你卡也无出来，我也唔知影咧。啊，比如讲，今仔日着到你服务哦，还是着到你安怎，你卡拢无出来，唔知呢。哦，安尼着有过啊，敢知？哦，啊哥，想说仙佛借窍，只借窍手，不借佛。哦，人爱仙佛要借窍。人是拢爱三宅呢，毋是讲七七菜菜叫一个来就会使呢。你若看人迄一般的迄落迄种庙宇，人若有迄种神迄落祠堂迄，人嘛是拢爱找伊下个，较会当乌白个，哦乌白叫，讲叫唔好，咁对，哦，啊这是安尼讲吼。七十六，前前成全人次数，你在旁说不要慢一点，有他直接我再讲过来。所以哈，哦，有会记过，所以你刚袂使安尼开安尼讲，袂使讲，哦，爱鼓励。七十七，自己不出来，还阻碍人家出来。家己无要出来，你搁讲啊，唔啦，唔要出去啦。你家己无要出来了完，你家己无要出来，你落做功德，你唔通做白白，做你害死人，袂使哦。这落一过哦嘛。七十八。坐在佛堂里，心想家里事。我今仔日干嘛呢？有哦，你有安尼哦？有啊，是啊，真正讲是真实。啊，不过你看安尼，咱就记过，咱是拢唔知，咱唔知讲安尼用记过干对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尽量来礼拜的时阵，咱尽量把心，吼、哦，往放在这个佛堂内底，忙心想家里，哦，啊，人坐在这边来。所以安尼做，买红记过哦，吼，你敢知？七十九，在道上受挫折，随便找人家有过，到哪只红？青青菜菜，中心大叔，我看到这个，哈、啊，有人安尼哦，你搁是一个修道人呢，敢对？咱应该唔做这种代志，咱爱思考哦。八十，自己岗位没做好，又接另一工作导致双边接不好，咱的工作一份就好啊，啊做好做完整，哦啊认真甲做，
唔通搁食也食，食也食，唔通讲个啥，脚踏两条船就是安尼啊。啊，都一项都咧做袂了，搁接着一项。啊，你去相咱相信咱做会好，哦，应该是，若要好是足困难的吼。81，小孩不认真读书，只想吃糖果、打电动、玩具、三过。不认真读书哦，就老师那的哦，你那的就爱甲讲哦。不认真读书，只想吃糖果、打电动，伊不是这样子啦。手机、电脑，吼、哦，真袂，这拢会记过啊。所以咱真正爱注意、爱小心啊。82，父母亲平常不教导孩子，想说带来稻草，让稻草让人教，哦，家己做爸仔母的，你哪无要教？啊，想说带来稻草，稻草让人教，哦，咱就真正囡仔一定教出来是无唔对，啊，不过咱袂使有这种想法，讲哦，啊，我囡仔咧教袂好，我带来就对。就变好复杂啦，教出来乖袂啦，吼、哦，咱就袂使有所想啊。比如讲，啊，咱爸仔母都安尼用心计较咧甲教，佮教袂好，咱会当讲啊，借机吼来道中吼，看会当把即个囡仔改变，安尼，啊，袂使有种想法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恶果哦，吼、哦。83，常常发脾气，讲人是非，常常生气。啊，常常讲人的是非的，这个恶果啊，吼，这嘛袂使啊，吼。84，挑拨离间，无中生有，吼、哦，会去讲人的长，人的短啦，啊，无影人讲到有影，安尼啦，无影人有安尼做，你敢讲安尼？恶果，这是拢对咱道中的前辈，不然说咱修得白羊修道士说，咱说爱处理的哦，吼。85，不知不会引恶扬善，就是你唔知影，你唔知影这件代志，哦，咱做歹个，唔通去讲唔听，搁去人讲，你唔知影，啊，你嘛袂晓，你嘛袂晓讲啊，这件代志就是袂使安尼乌白讲，啊，搁你搁去歹人讲唔听，恶个还唔讲，你唔着好个讲较济，啊，歹个咱唔通讲，哦，咁对，咱这拢已经爱知影。86。不看讯文的疑惑，吼、哦，不看讯文的疑惑啦，吼、哦，我在看讯文的人嘛，有过错哦，你要看。87，看讯文只看妙讯，不看普通讯的疑惑。看妙讯的是讲，伊的讯文足深的，啊，就需要安尼去安尼，甲深去甲迄、那个。了解，爱安尼较，说爱去按普通讯的出，咱报事灵通这个是较普通的嘛，对不对？在咱看是就看有啊，伊唔看再唔看，啊拢去看看迄妙讯啦，什么火气咩迄个，气咩的讯，你较袂，吼、哦，这个一过啊，吼、哦。88，埋怨前嫌不照顾他，袂啦，咱就对，大家嘛拢做互相照顾的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所以。咱也有埋怨，安尼，一过、哦。89，到人家佛堂讲话讲好才参加的一过。去佛堂，有哈真正要那一过。去佛堂真正，咱若去到迄个神元山，去到迄个圆友，是会啦。啊，过真正到这咱的佛堂哦，真正那像咧较少在参加。哦，你看这安尼，咱嘛一过咧。哦，啊，90到人家家里没事打电话，又打了很久，无啦，这咱家父亲就安尼做啦。91，公物用一用随便乱丢，一过哦。我头拄仔讲的讲，咱的公物哦，咱第一有常用的公物，咱尽量唔通乌白带哦。但是咱就是一过一定爱用好，啊，就甲收好吼，安尼。92，带孩子的必搬后玩具一大堆，乱七八糟没有收哦。有的像咱有当内底无拢会说小天使搬吼、哦，
啊，有阵时啊，咱的小天使的前线是拢会抓嘛。不过咱发觉吼，咱人用吼咧抓小天使的前线吼，大家做有规矩呢。当然，咱物件拢会把伊收收的，无当然，都会把伊刀啊，迄落涂骹把伊切切的。咱发觉这吼啊，无唔捌看过安尼有蛋粿这种物件吼。就是三，老人家不识字，说我不会，年轻人去学就好。哦，咱有会啊，那么咧，讲要摕什么，迄落讯文啊，是摕什么，迄落公告要互你看。哥哥，你都讲我袂晓啦，少年的去学就好。这安尼讲嘛，有人过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咱拢爱注意，吼、哦。九十四，只谈虚伪，不讲实在，哦。呾讲个无，迄落无实在个话啦，啊虚伪个话啦，吼、哦，像迄虚伪个就是，算讲你无影，恁兜比如讲啦，你是做工仔人啦，啊，不过你去共讲吼，阮兜咧开公司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虚伪嘛，不实在嘛，吼、哦，不过，吼、哦，九十五，平时不烧香，平时不抱佛脚，你讲好学啦，好学啦，好学有阵时个。以前吼、哦，真正吼、哦，若底咧讲，有时尤其是咱有迄种讲书班吼、哦，真正咱拢爱注意哦。平时不烧香，平时抱佛脚，到迄天讲啊，就甲我讲啊，紧哦，紧来看，安尼过吼。所以咧，这种咱拢爱注意哦。九十六，发生种种事，埋怨千佛不慈悲，不过吼，咱、哦、咧发生代志啊，咱埋怨讲。啊，迄神父要甲恁保庇，即拢咱个人的业力呢，咱个人的业力呢，安尼是啊，拢要怪仙佛啊，哈、啊，人都人嘛做无用的啦，讲实在的啦，吼、哦，咱家己业力无来做，无来行，你要靠上甲咱用，甲咱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袂使怪神父的，吼、哦。九十七，也倒在自己的房间。贴黄色的女人，哦，就应该是安尼啦，这重严重诶，讲三观九孔，眼睛要挖出来，这真严重诶，哦。九十八，有人说道理我都听过了，却都没有去做，哦，人有影啦，伊讲啊，今日有班主计出来入班就讲，这哦，迄个我不。就安那讲嘛，遐，我有听，常常听，听到唔听，啊，个个会讲袂晓做，就是安尼啊，拢会晓会讲一句话，个你拢无去做诶，吼、哦，这个一过啊，吼、哦。九十九，被警察开红单，如果你埋怨了，一过，咱用这安尼嘛人记过咧，啊，所以你若红开罚单，罚单诶话吼。有他埋怨啊，埋怨记过哦。一百说太忙而没有时间去管，舍不得孩子哦。你讲你做无用的，啊无时间去管囡仔。啊，有阵时啊，人老师啊，甲你管一下，你就讲，你就多啊念讲哦。老师老师讲管，搞我，比如讲老师会拍囡仔，你就唔敢啊。这样咧就不过哦。所以你看，一百条内底。你甲加加的，就较甲加加的啦吼，甲有过安尼加加的啦，拢共是有过无加哦，就153，记153的过来，都加一寡的吼，咱安尼重复的，咱好好讲吼，侪几千倍啊，几万倍啊，这真正算袂了呢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咱有过错，啊，咱要安怎？咱今仔日啊，搁有业，咱搁有一寡业力拢无行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，搁互记过记遐济，啊，咱是毋是爱将功赎罪啊？吼、哦，爱去做功德，吼、哦，参班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咱才会当度过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，就通安尼来安尼甲咱讲了吼，咱感觉讲，真正种种都有过错，啊，所以就通吼，咱。爱忏悔，吼、哦，咱也会当提出咱的真心，咱来忏悔，吼、哦，啊，忏悔
忏悔了，爱将功赎罪，哦，来放一条，大家一起来忏悔。到位了。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遇到许多时候，啊，不管咱忏
忏悔歌里底讲话讲，不管你偌辛苦，咱就是爱从咱的内面出来求求好了。吼、哦，咱唔才会当，吼、哦、会当回礼天。啊，无咧看咱带来的孽啊，伊算就是住遮咧轮回，安尼住遮咧轮回轮回。吼、哦，啊，搁你看过错搁遮济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看咧收几冬啊，咱收几冬啊，家家的过错真正有够济哦。收十冬过错嘛是足多，啊，搁业力无咧行，啊，过错搁一直加，吼、哦，安尼咱敢收会着正果？吼、哦，咱家己甲想就好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在说咧，若想着讲。考验来的时阵，尽量唔通退缩，一定这就是业，跟咱的业力有哪关系啦？吼、哦，啊唔通常常拢怪神佛无甲咱保庇，神佛无甲咱帮助，唔是安尼，自己的业力自己还，你安怎？这拢咱家己所做的啦，吼、哦。有阵时啊，咱几啊世几啊世，咱所做咱拢唔知，吼、哦，啊你看轮回几世？啊，即世会当来得闻大道，佮会当来修道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趁即个机会啊，吼、哦，咱就是爱趁即个修道的机会，会当互咱遮讲纯粹嘛，敢着尽量讲做好较济，咱才会当弥补咱的过错，吼、哦，敢着咱今仔日若无来讲着嘛，无来做呢，你看过错遮济，你永远就是拢一寡过，吼、哦，业力。点点住，我定定住遐，就好，就对啊。哦，你讲下一次你有可能，你嘛是爱过来认食。啊，所以咧，这样是咱较艰苦的了紧。哦，咱这样是修道真正有影，有阵时啊真艰苦。哦，啊嘛是足快乐的啦。吼、哦，讲嘛是有酸，嘛是有欢喜，嘛是有悲哀，拢有啦，拢有就对啦。有一点家庭的阻碍嘛是一个悲啊，讲对。哦，啊，哥你若。勇敢安尼认真安尼甲度过，就是咱的吼、哦、啊过错，咱的过过错，咱的业力，咱就会当行对吗？紧行行好了，吼、哦，较毋免人讲的，做人足艰苦的啦，毋通过来做人啊，吼、哦，人毋过有阵时咱就爱安怎知影？毋是讲莫来做人，灵感也有一些，咱来做人的时候，咱就是要安那，要乘愿而来，毋是讲啊，做人足艰苦的，是安尼。你若讲即世修无好呢，咱后世咱来做人的时阵，是会足快活呢。咁对，吼、哦，咱毋免着住遮，安尼搁住遮行者业力啊，安尼着足快活的啊。所以有阵时咱尽量则是吼较艰苦的，坐咱嘛足忝的，对，坐咱嘛是真忝，吼、哦。啊，咧修道的过程当中，有阵时一寡挫折，咱嘛是会艰苦。毋过咱尽量爱甲度过来。哦，道具在咱内啦，哦，啊，这嘛是你家己得到的好的结果，咁对，哦，啊，所以咱莫惊艰苦，哦，咱忏悔出来底讲，不要身心不管有多疲惫，哦，咱一定拢爱安那出来，把咱修持好势，把咱这粒心，咱这粒灵性，该往哪里回去啊？咱就是爱修，修好对啦。修好心吼，啊，就咱今仔日，要唱一遍，啊，无咱再来唱一遍，咱拿出我们的真心吼、哦，来唱一条忏悔，再来唱一条。忏悔是。有真正的过错遮多，咱出来几冬的班，咱出来从修道开始，咱敢有修着？吼、哦，过错那么多吼。哦我们一起来忏悔，远离那世界是与非。我们现在来忏悔，放下烦恼，永远更珍贵。我们用心来忏悔，愿弥陀。擦干我的泪，我们真诚来忏悔，愿弥陀洗涤我心扉，忘记所作诸恶。
平安顺心，谢谢大家。大众情